要交大的毕业证书？这个程度不一样，活动程度不一样。把球放地上就好了，他把球放地上就往后踢。你有发两包啊？你看我那两包啊，你看我这样，你还在这里吗？两包啊，到跟两包呢。一上来就出来。排队打球。郑大生多好。认真努力吧，有点。对。先传的。回到那个方向看，就是他脚，那脚尖要向往外擦一步，这样，你看了就知道了。站住！站住！
军人啊，这个军人的体力问题。我身高不是很高，身高是军人。没人跟。发财，人家那天好几个蛋，放开给我！
金主持而已。啊，怎么能丢红包？比如说，可以的话有红包可以领，那就可以。
防守，对不对？就不是了。
再慢慢拖时间。他心里有 OS 啊。